们刚刚经过后面这一个万博公园之后，转过来这里就是拉拉破斗了。那拉拉破斗的右手边，这里是一个水族馆，这边也可以去逛逛。它门票大人好像是2200。那在左边这边有一个小朋友的游乐园，它是单次付的啊，大概有3-4个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过去看看，走吧。在我后面这里就是一个小型的游乐园，那他做的我是觉得蛮可爱的，但是人数不能太多，就有1、2、3、4。那如果来拉拉破斗的话，可以带小朋友来这里玩一玩哦。我现在在的地方是拉拉破斗的星巴克，那它这里好像一楼有多开了一家比较像茶的，有点像东京那边旗舰店也有卖茶的那种感觉。那一般普通的星巴克就是在2楼，然后点了后机加拿铁，那个感觉蛮小一杯的。他说这种的话尽量早点喝。上面不知道有一点奶泡的那种感觉，我要这样打开喝喝看哦。它这个后机加拿铁算好喝，它上面的奶泡很细，然后就是蛮重的后机加的味道的，我觉得是蛮好喝的。就是像我一样，如果你喜欢喝后机加后机加的味道的话，这一款非常推荐，我觉得蛮好喝的，好像是价格是500多块的样子，没有到600块。那晚点就去万博公园赏樱花，然后带大家来万博公园啊，还有旁边的拉拉破斗逛一逛。我们现在要走去万博公园赏樱花了。感觉蛮多人的，然后天气也蛮好，带大家去看看万博的樱花。啊，好多人哦，超多人要去万博的。这是我看过人最多的一次万博，我来买票了，买好我们的券了，一个人是260，两个人就是520，那进去吧。来到万博这里，一定要跟后面这个太阳塔拍一张照。今天在万博这个旁边，它还有卖那个笋子，就是我们种在土里面的那个笋子，一只它卖400日元。那我们现在走去樱花树下，带了野餐垫，准备来这里野餐休息一下。感觉下面还有活动哎。哇，前面有人在表演呢！哇，
不止一个人在表演。这边还有猴子表演。超美的这里，现在很多人就在旁边的樱花树下野餐，然后前面好多好多人。那今天万博公园这里还有举办可以赏夜樱，我觉得这里今天晚上一定会非常的热闹，根本就园游会了。好了，哎呀，抓到了！现在在万博公园这里后面也可以搭乘天鹅湖、天鹅船，两个人的话是1000日元，那四个人的话是1500，它的时间只有20分钟。刚刚在野餐的地方，就是在万博公园里面的东大路这边，它这里有一整排的樱花，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划那个天鹅船的地方，那它的那个太阳的塔在这边，那我们现在走去这个花园看不同的花，走吧。那前面它这里还有架设给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。赏花的时候，这里还有卖很多乌台，可以来这里吃。前面还有人在这里唱歌哦。后面还有卖牛舌的乌台耶。它一串的话是日币1000块，然后后面这里好像还有捞鱼的。这是捞那个玩具的，一次200块。哎，小火车，小火车。漂亮哎，小雏菊，哦，很美，种很多哎。
我们这次很幸运来到万博，除了赏樱花之外，还赏了郁金香。我觉得日本人他们种的真的非常的漂亮，一看过去，我觉得我以为是假的的那种感觉。大家可以看看，他们种的整整齐齐的，然后有些这个花苞还没有开，然后每一种种类都是分一区一区的，这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如果大家有来万博这里的话，一定要进来赏花。前面太阳的塔眼睛在发光哎。我们前面看到的是太阳的塔，那我们现在要晚上进去看夜莺。那他今天有说，如果你买这个门票的话，当日都还可以进去看，就是你早上进去，晚上再进去的话也是可以的，当天都可以做使用。在前面已经看到这个夜莺了，非常漂亮。然后他还把那个夜莺的光打在那个太阳的塔上面，好美哦。我们现在进来太阳的塔了，超美的，可以看到前面太阳的塔上面打上樱花，眼睛还发光。第一次晚上进来，超美。好美哦，超美的。我们现在走去前面，这里就是万博公园的夜莺，超美的，它灯打上去整个就变得好粉红哦。它前面是打上粉红色的，然后后面的樱花是应该是打上白色的灯，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粉。那今天的万博公园，它旁边还是有野台，就是肚子饿的话，可以直接在旁边买来吃。晚上还是有很多人在这里赏夜莺，可能从早上坐到下午，坐到晚上的都有可能，一整天就可以在这边度过。我觉得如果樱花季节非常的适合来万博公园这边哦。大家有没有觉得万博公园这边的夜莺非常漂亮呢？它是好多好多颗聚集在一起哦。那里有那个大分的中金卡拉给，是这个吗？我们现在来野台这边，我们现在来屋台这边买卡拉给，然后它是大分的卡拉给，非常之前吃过，非常好吃。那现在来这里试试看，看一不一样。已经买好我的卡拉给了，它这里我觉得有稍微一点点贵，它里面五块的话是日币700，好像比本店贵。来吃看，它一块算蛮大块的。很烫，然后它一口咬下去，感觉皮蛮厚的，还没有咬到肉。
蛮烫的。那它鸡肉是嫩的，但是我觉得它卤的不够味，我觉得还是本店比较好吃。如果大家想要吃这家卡拉 OK 的话，一定要去大分的中筋本店吃，本店真的好吃很多。我觉得走出来外面这一段，它打上的粉红色灯光，让樱花变得更美丽了。今天的赏樱花影片就到这边哦。如果大家有喜欢我赏樱花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孟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